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难免会有很多疑惑，很多不明不白，很多不安不解。这段时间跟身边的人联络，大家的开场白都是：你几好吗？你最近怎样？有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我估计大家这几年都不是过得很舒服。在疫情期间呢，见到很多人去 staycation 啦、camping 啦、灵修啦、冥想啦，我发觉人其实都是花式寻求紧，是令自己觉得安全同埋舒服的方法。咁我琴日嚟到呢度咧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发觉我咁样是最安全嘅。我觉得我坐低喺度讲，会令我觉得安全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希恩。我觉得好多谢大会的安排，因为将我排在好青年导读室之后同埋花姐之前，因为我都好预感到我呢一个部分咧个 energy level 系会好低嘅，咁所以其实系一个俾大家可以透下气啦，或者松一松嘅时间。今日嘅主题系我们的时代。早几日咧，同同学拍头先嗰条片咧，被问到一个问题，就系你点样去定位同埋理解你喺呢个时代嘅角色？其实我真系好难定义自己系一个点样嘅身份，点样嘅角色，我自己都好乱。我从来都唔系好够胆讲我系一个文字工作者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一啲情况。就是当你看一段字的时候，每一隻字你都懂的，但是他们拼在一起，整段东西都看不明白。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经历，我经常会将世界的 B 和 D、P 和 Q 捞乱。我又经常将排队的队字、那个耳仔边和邮差的邮字、那个一字部捞乱。我好记得，除了重复抄写同埋惩罚之外，我接收到的是你要写翻啱佢，但系从来都冇人问我点解你会写错咧，因为我好惊错。之后咧，我系不停地要透过 fact check 咧，我先至会获得安全感，导致到我日后咧患上咗一个好严重嘅搜寻癖。可能他没有正式有这个病，可能是我作的。但是我为了这段童年回忆，其实做了一点 research。我怀疑我小的时候可能是有读写障碍。如果现在的我可以有机会回去跟那个不停被罚抄的小朋友说，其实你可能可以试下从那个字的意思，或者从那个发音去联想，去令你记得那个字，又或者会有更加多不同的方法。我未必是一个很符合社会标准的大人，但我想成为一个起码可以解答到当时的自己的一个成年人。而每当我复述这段经历的时候，听的人都很质疑，就是那你是怎样成为一个编剧的？好矛盾。其实我都是做电影的，我喜欢电影，因为电影是关于人，关于生命。电影是综合了很多很多不同知识范畴的一个艺术。最初的电影其实是一个光学和化学的实验。我小的时候好恨读理科，好想读 free camp， 但因为我数学好差，在当时的教育制度根本不符合资格去读理科。但做电影呢，满足了很多我想做实验的欲望，例如讲故事方式的实验啦，
文字对白的实验啦，道具象征度的实验啦，又或者当你拍完啲片翻到去，你先至要逼住要做一啲去发掘嗰啲 footage 可能性的实验啦。我记得我第一部戏《烈日当空》，去咗个球场嗰度去揾嗰啲演员 ，cast 咗好多好多人。最后我 cast 咗17岁嘅林耀星，16岁嘅岑嘉琪，15岁嘅黄敏莹。当时嘅我唔系大佢哋好多，但系我喺度谂，一个冇拍过戏嘅导演去揾一班冇拍过戏嘅演员，咁其实都系一场相当大胆嘅实验。后来我听我前辈讲咧。他说拍戏其实是 make believe， 那从字面去解，即是 make believe 就是令人相信。但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容易不安的人，我又不是真的很懂那个字是否真的这样解，那我就要透过查字典去获得安全感。然后我发现那个微妙的地方就是，原来 make believe 不是解相信。make believe 是解假装，很复杂喎、啊、呢、这个 concept。咁我试下咁样理解啦，就是我哋拍戏嘅时候咧，行入现场，其实我哋要用一切方法去令到大家相信而家发生紧嘅嘢系真的，要用一切方法去将一啲明明系假嘅嘢，令到大家产生一个真嘅情感。跟住后屘再懂得多少少，哦，原来 acting 唔系叫 acting 系 being。我哋唔系演紧一个角色，原来我哋系要成为嗰个故事世界里边嘅人，我哋要成为嗰个生命。即系话，原来电影都系一个相信嘅实验。我哋真系用好多方法去令自己揾到一个舒服嘅位置，同埋舒服嘅节奏。喺呢几年喺读《一行禅师》嘅时候，我学到一个词叫做 interbeing。个概念咧，大概咧就系人本身咧，甚至乎呢个世界嘅一时一物，其实都唔系独立存在。所有嘢都系互相连结、互相依存。如果套用喺电影世界嘅话，简单啲讲就系电影唔系一个人嘅事，咁好容易理解啊。但我哋点样去相信我哋嘅团队？点样相信围绕喺身边发生嘅一切，之所以共存共生喺一个空间，做紧同一件事？所有都不是因为偶然。对我来说，创作和合作的美好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可以结合不同的人、不同专业范畴和不同阶层、不同世界的人的视野，去建构出一个令人相信但是虚构的世界。电影是这样，人生都是这样。我觉得在这几年里面，其实我是反复地在失去信念和挽回信念、失去信念、挽回信念之间不停地来回游走。然后我在学习着怎样在这些反复之间仍然去保持想象。我想起10年前的1月2日，我和《烈日当空》的演员林耀星、岑嘉琪、梁晓峰，我们吃过很多餐饭，已经听了很多次他们想继续拍戏，他们想继续做表演，但好像无论做什么都很难，这样好像没办法找到一些对的方法。然后我们在这条街上，我差点想讲血流披面，但其实是泪流满面。
我哋喊到失咗控，然后当时唔知道点样嚟嘅勇气，喺度谂，如果咁难行，不如试下一齐行啦。成立 Dumb Youth 呢个组织咧，其实系一个好浪漫嘅想象嚟嘅，浪漫到有一啲羞耻，我惊讲出嚟系好天真。我哋好相信每一个人其实都系一块原石，会有发光发亮嘅可能。其他人未必即刻见到，但我见到啊，我真系见到啊。我哋一齐行嘅呢段路个过程好多痛苦，好多迷茫，但系无论日后我哋点样行。我哋最初嘅谂法都好简单，我想成为一个好啲嘅自己，或者我哋一齐可以成为一个唔好咁容易变坏嘅人。我净系想，当我偶然唔再相信自己嘅时候，当我哋一齐都唔相信一啲嘢嘅时候，我哋可以喺身边同对方讲：我相信你啊。请你都相信你自己，或者我们可以一起相信生命是会影响生命，创作人和表演者都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影响。先不要讨论个影响大定小先，因为你看看刚才好青年陶读室和小说家这么受欢迎，那就即其实回望翻自己闭公司，都千疮百孔，同埋有时都会冇乜自信。喺做紧一间公司嘅同时，我又开始咗另一个身份，另一个职业，就系喺2018年，我开始靠剧本创作。2018年之后发生好多事，我喺读同学嘅文本嘅时候咧。我读到好多对于生命啦、生存啦嘅提问啦、嘅疑惑啦。我觉得喺而家呢个时代，要去点样确立自己，系一件好难好难嘅事。我哋共同面对紧一个课题，就系点样喺呢个充满荒谬嘅世界，保持适应力、抵御能力，但系同时。我哋唔至於麻木咧。話說咧，在下由細到大咧都有蝦敏感。咁我屋企人咧就經常發表一啲咧好奇怪但係又具啟發性嘅價值觀，係衝擊住我成長。即係正如我媽從上個禮拜左右啦，即係我廿幾年蝦敏感。但佢煮咗一碟嗰啲蝦咧，匿得好埋嘅蝦仁蒸蛋俾我食。咁然後咧，經歷咗好多次唔覺意食咗之後咧，就發敏感啦。咁我累積咗好多年嘅經驗，然後我就好醒咁樣避開嗰啲蝦。咁喺我好努力避開嗰啲蝦嘅時候，我老豆就會同我講：其實敏咩感咧？因為你食得少，你食多啲咧，你慣咗，你適應咗咧，你會克服到佢。呢件事系完全冇科学根据啊，好大件事。然后我竟然真系信佢，而喺呢几年里边，由佢开始讲呢个 theory 开始咧，我不停咁样实验去食唔同嘅虾。然后我发现咗一件事，我 crack 到啊 ，crack 到真系，原来我净系对熟虾敏感，我对生虾系唔敏感嘅，即系我可以食海鲜，食嗰啲刺身啦、牡丹虾啦。泰式生蝦啦咁樣，咁但係點解會咁嘅咧？我對於呢啲不明不白嘅狀況咧，係有一種執念嘅，咁我就亂咁 search 嘢啦又，咁我發現咧網上流傳好多文章咧，就話可能我唔係對蝦敏感，我係對嗰啲唔新鮮同埋有蝦紅素嘅蝦敏感，咁我通咗少少。通少少，就係如果我哋對於一啲唔新鮮啦、唔夠好啦、變壞咗嘅嘢敏感，而覺得唔舒服，
其實真係好合理。但係嗰啲抗拒嘅事啦，覺得唔舒服嘅事啦，會唔會就真係好似我老豆咁講，試多啲就會適應，就會慣，就會揾到方法去克服呢？例如我一路都唔係好夠膽對外承認，其實我好怕好多人。係啊，我有少少社交恐懼，係扯好級矛盾嘅呢件事，我真係知道。因為無論導演工作啦、經理人工作啦、教學工作啦，其實都係要接觸好多人，要解決好多人同人之間嘅問題。我發現我的 case 咧有啲似哈敏感，就係我可能只係選擇性敏感。只要做一啲同創作有關嘅嘢，同表演有關嘅嘢，我就好似產生咗免疫力。無論中間有幾多抗拒、幾多恐懼，又或者幾多令人唔舒服嘅事，我都彷彿可以接受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其實喺生理上、喺生理層面上咧，就真係唔係好勸喻大家去挑戰自己嘅敏感體質嘅，係啊，因為都會受苦受難。講翻敏感同我教書嘅關係，就係、是、無論出邊發生幾多幾大嘅事。呢幾年，我哋嘅課堂都係用住唔同嘅方式去繼續。我諗我有七成至八成嘅時間都係上緊 Zoom。我哋未必下下見到大家，但係好微妙，呢個空間成為咗我同同學一齊去逃離呢個世界，暫時療愈傷痛嘅防空洞。我在課堂設立了一個匿名的 Q&A 信箱，去給大家問一些上堂未必會問的問題，又或者未必想自己被人知道、啊、我問這些問題、啊、的問題。那麼我今天呢就準備了分享一點。同學問，覺得自己寫的東西是一堆垃圾，咁點算？答：那請不要print出來，因為不環保。問：沒有經歷過想寫的情節，寫不出來，咁點算？答：你最近看了《無雙》沒有？戲裏的情節很像真哦，但我相信莊文強導演本人並沒有真的印過假銀紙。你有沒有看過 Cycle？ 我估計 Stanley Kubrick 應該也沒有殺過人。想像力是創作中最重要的能力，請不要貶低自己。但同時，我們可以對想像的建構的世界，在物理上、社會層面上、時空上，認真地做令人信服的資料蒐集，融合現實與想像。加油！emoji 手臂手臂手臂。問：如果沒有靈感，又面對 deadline， 又如何解決？答：先解決 deadline， 不然 deadline 就會解決我們。如果你是在暗示需要遲交功課，請坦白告訴我，少年少女，你在煩惱什麼？問：不知道這樣寫好不好，不知道這樣寫對不對。這個是我截至目前為止收得最多的提問。我很明白，很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問，因為在這個教育制度底下成長，我以前都會很想有人告訴我怎樣為之好，怎樣為之對。但現在的我，在面對同學的時候，撇除一些關於寫作技巧的討論，我很想跟他們說，
其实没有绝对的对，也没有绝对的错。所有东西，当你感到不安，当你感到疑惑的时候，当你感到不确定，其实所有都只是过程。我们一是逃避，一是面对。而咁啱，我哋又喺呢个课堂相遇，我哋可以一齐面对。大家有冇听过一样嘢叫做成长痛啊？听落去系好文艺、好诗意，几乎系一首诗嘅名。但其实佢系一个医学名词。呢、这个症状咧，多数发生喺二至十二岁嘅儿童身上咯。相信在座都已经过咗啦。成長痛通常是因為發育不平衡、不同步所造成，即是說當我們的骨急速地生長的時候，那些神經線和肌肉追不上那個生長的進度，那它們就會出現不同步，然後你就會產生一種撕裂般的痛扯住。可能我們很多人都經歷過成長痛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样东西叫成长痛，我们甚至乎不记得那个肉体的痛楚是怎样。但之后我又明白了一点，只是这个名字，它起码让我知道了，哦，其实成长本身就是会痛，就是会不舒服。如果这一刻我们身处的环境，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巨变，令我们很不舒服、很不安，甚至乎很痛，我们未必即时寻求到疗愈或者解答，但可以尝试换个角度去理解。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荒谬太过敏感，同时我们可以相信所有的不适应、不惯，又或者不想惯，是因为我们成长着，我们进化着。我很想自己仍然可以去相信，又或者跟我身边一起走的人都可以相信，在所有磨难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美好的部分。偶然我们会兜错路，很迷茫的时候，我们会不知道怎样走下去，但沿途一定会看到一些未见过的风景。而其实无论你是怎样，就算这个世界说你有多少问题，一起面对，一起承认有问题，其实是没问题的。 Thank you。